随着《妈妈是超人2》的热播，胡可带着的安吉小鱼儿成了网友们最喜爱的一对。4月10日，胡可在微博晒出两个儿子玩相机和照相机的照片，并配文：节目组来了新的摄影师，欢迎。照片中安吉扛着摄影机，摄影机有他半个身子大，小鱼儿照起相来有模有样，兄弟俩都很宝贝各自的摄影器材，还交流起经验来了。小鱼儿靠在哥哥身旁，温馨有爱。两个儿子成摄影师了，好可爱，从小就培养，很有前途嘛。